你在国际赛赢球，你要做什么动作在镜头前给我们一个暗示？明年奥运2连霸夺金，王麒麟装傻，高叉泳装承诺，回应和石原结婚网嗨翻。1、2、3，耶！五天同庆羽球金牌组合林洋配王麒麟与李洋昨击败中国队，全台人民在两人夺金的当下都与有荣焉。你愿意吗？王麒麟夺金是否和啦啦队女友陈思源求婚也被关注焦点？有网友敲完两人可以结婚了，恰巧被王麒麟海巡到，回应一个结婚贴图，相当暧昧啊。而蔡尚桦在赛前和王麒麟做过一个约定：麒麟，你约好了，如果你在国际赛赢球，你要做什么动作在镜头前给我们一个暗示？话在帅写下，不是说好再拿奥运金牌要对着镜头开高叉泳装吗？王麒麟跟装傻表示，我有说过吗？笑翻一票网友。那还会继续含蓄吗？当然要啊，当然要啊！很多人真的很可爱，就很支持我。那我也想说要一一的去跟大家去做回复，那没想到就变成海巡。为了被海巡队长王麒麟翻牌，网友们也发了各种 Q 版小图，祝贺林洋夺金。白了位，这次奥运中败给林洋配的中国男双组合梁伟铿王畅，有网友发现梁伟铿和 YouTuber 蔡哥撞脸，笑说王畅一直失分还一直笑，是因为蔡哥一直在他后面讲笑话，谢谢蔡哥顶让。蔡哥被网友私讯灌爆，本人也亲拍影片声明：恭喜麒麟跟李洋拿到金牌了，也祝福后面台湾的选手可以发挥出自己想要发挥的东西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就是我现在人真的位于大安区的租屋处，没有去巴黎，哦，不用再谢谢我了，我今妈私讯有没有爆炸，你知道不？各位选手顺顺利利，冲啊！